王旗 green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埋邊嘉影之星出閘冇問題咯。中間係超級軍團啊，大外檔嗰只灰馬啦，就精神威啦，內欄第四黃衫紅帽咧，就係嗰只聖德精彩啊。喺佢外邊咧就飛輪閃耀啊，進佔第四啦。第五嘅馬咧褪翻落去係嗰只聖德精彩嚟噶。再跟住後邊嘅馬勇猛神區咧，時時有餘啦。尾三位置係勇戰神區啊。咁啊，暫時殿後嗰兩匹馬分別係九寶啦、勁博包咗落尾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千二米嘅段住啦，前面放头嘅马系嘉应之星啊，沿用翻过往跑得好嘅跑法啦，就系放头啦，外边啊精神威啦，超级军团好轻松埋到嚟，跟住个第三位啊，第四位咧仲见到飞轮闪耀啦，内栏第五圣德精彩，第六位勇猛神驹，第七位即系尾四啊，黄衫嗰只时时有余啊，后边三只勇战神驹九宝暂时包尾，依然系嗰只劲搏嚟噶，转香港体育学院湾啊，前面嘅次序冇乜点变噶，嘉应之星占先嘅，精神威出二搭。逼下佢，第三位嘅馬咧，仲係超級軍團啦。第四位紅眼罩六三咧，就飛輪閃耀啊，埋邊啊勝得精彩啦。響外邊咧，仲係勇猛神驅、勇戰神驅啊。內欄尾三咧就時時有餘啊。咁啊，再後邊嗰兩匹馬啦，咁啊見到勁博喺大外檔見噶啦，紫色衫嗰只啊，包咗落尾嘅馬係九寶嚟噶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嘉應之星佔先少少，精神威逼緊佢。外邊紅眼罩啊，就係呢只飛輪閃耀上緊嚟，出邊位置追，仲係勇猛神驅啊，馬林入邊偷位上。仲有九保啊，兜到嚟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見到外邊位置咧就勇猛神驅冚上嚟，紅眼罩咧飛輪閃耀啊，中間位置仲有隻超級軍團啊，攝入邊追，仲有隻九保，最後一百米超級軍團中間出邊係勇猛神驅，相當接近，埋邊位置咧仲有隻九保，中間咧就飛輪閃耀啊，終點嗰步啊，超級軍團黃帽中間出邊係勇猛神驅，大家揼上揼落，睇下邊只贏得到呢場百周年紀念銀屏啦。埋邊黃帽係超級軍團，出邊勇猛神驅好接近啊！第三名嘅馬飛輪閃耀就四號，入邊係九寶，亦都要影相。走直線嘅超級軍團啦、啊，到線先啦！潘明輝捧走今屆嘅八周年紀念銀屏，騎翻上嚟啊！即係跑贏翻嗰只勇猛神驅啊！第三秒影下相啦，入邊九寶，中間咧就飛輪閃耀，係咪好似都係九寶勝先啲咧？好似係。一隊喺谷草過嚟都跑得好，九寶。